冰淇淋很冰。再一次，用冰淇淋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用雪糕画下完美的句点。Hello， 第三天，这次先来台场 shopping mall， 虽然下雨蛮美，因为自由女神别有一番风味啊。你有饿吗？我是蛮饿的啦，我好饿哦。我看这个菜单，我就好想吃。多久就已经中午的时候，决定找一间咖喱厅，日本还蛮酷的，他们的饮料都是无糖，因为我们点了去冰，所以只有半杯。好酷哦！后面是他的服务员机器人，很有科技，超逼真。在对你眨眼睛，还有对你点头。其实还蛮吓人的。现在在 Driver City， 网络评价不错的炸虾冻饭，鱿鱼的一种是蔬菜的。对。可以看这个炸虾，哇，很实在，花枝跟这半熟蛋，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 juicy 有点夸张。刚在买的时候，顺便看到有在卖草莓，才半价，换算台币才多少钱？100多块。真的超大颗的，我来试吃了。我来吃这个长一下屁股的东西。嗯，很甜。那我们看，一口没办法吃完，太大颗了，不酸的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日本的穿越，很可惜的下雨了。约和服的体验，但是因为下雨，觉得有点麻烦就取消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是逛逛川户时代留下来的街道。OK， Go。这是位于穿越的一个钟楼，代表穿越的象征，大概有3层楼高。古色古香，就不知道它会不会响而已。嗯。8度，其实蛮舒服的。穿越啊，其实很有名的就是它的地瓜，拉面里面都是放地瓜。饺子也都有地瓜，地瓜，我觉得台湾的地瓜像你，吃到一半都在下雪，好酷哦，好开心哦。要下雪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白茫茫的，我嘴巴都在吃雪啦。今天看完雪，走得很累，我们决定来吃一间烧肉，还不错，和牛、跟鸡 A5 的牛肉。
厚度跟台湾的烤肉不太好，台湾烤肉是很薄，你要是吃到把它单点，所以肉都很实在。不了多少的时间，我们就把它全部吃完了。之后大家有机会来日本，一定要吃一下它的和牛，不一定要吃这一间，但一定要吃它的牛肉，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。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雷门，只是简称，它应该叫什么风神雷神门吧？好像是左右边各一个风神，一个是雷神。虽然今天下雨，人潮依旧不减。那必吃的美食，月糖，华月糖。那我们来到了洞见四通商店街，看他们的商店陆陆续续都已经开了。我来试吃一下那个人形烧，好吃的红豆馅，好浓郁哦，绵密的。北门这边走到浅草了，所以像我们的龙山寺超多人，超多人都是观光客，是抽签喽。好了，这个寂寞，如果是抽到凶的话，要挂在这个上面；凶的话就不要戴。意思？这个意思。我会上网查，因为我也看不懂。okay. 准备去吸烟了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祈求平安健康的意思，把烟都揽在自己的身上。那我们去试试看吸烟的感觉吧。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个。会在卖那个馅饼，但是它是用炸的，也很 juicy， 嗯，还不错。那个好，那个应该没差。我们来吃这个菠萝面包，没有加那个冰淇淋香草口味。OK。很脆的面包，冰淇淋。很冰，有一种冲突的感觉，应该跟香港那个冰火菠萝有点像。对，那冰火菠萝有好像是奶油，这个是里面加的是冰淇淋。过敏感性牙齿可能不能吃，有点冰。日本的章鱼烧蛮好吃的，外面很酥，里面是软的，而且吃得到整只章鱼。我们很幸运的，刚刚吃完就马上就卖完，有个夸张了，还好有吃到，还算幸运。吃完了章鱼烧，就我们要来吃大炸牛排。看一下的牛就觉得它很整点，应该很好吃。超嫩的，我们吃饱了。对，真的很好吃。明天就要回台湾了，哇，好不想回去哦。欢迎来到今天的 Vlog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东京大学，也是我们日本行的六天五夜的最后一天。让我们去看一下赤门。非常的幸运巧遇东京大学的毕业典礼。那其实东大嘞有三大：银杏、赤门跟。安田讲堂，对，这三个是最大啊，可惜今天不够冷，银杏都掉光了，没关系，
对，今天东大里面有这么多的女生都穿和服，好像是他们的毕业典礼。对，正穿西装就前往下一个安田讲堂。那我们中午可能会去吃一下下面的学生餐。很可惜的，东京大学中央食堂今天没有开，没有吃到我们有到他的第二贩卖部吃了一支冰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今天竟然是他们的毕业典礼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场地可以拍。六天五夜行程很快就结束了，无预警的看到下雪，没错，真的还蛮美的。虽然没有办法穿到和服，可是至少有看到雪，看到下雪，以为是下雨。对，然后非常奇怪，好像不太像下雨的感觉，因为怎么下得这么慢？对，虽然也没有看到烟火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买一只小熊维尼。用雪糕画下完美的句点。V&Dudu成功，拜拜，拜拜。